现在是2020年7月4号，现在是美国洛杉矶时间的16:23。最近呢，又感觉到那个大便次数多啊。我看到那个一个三米老汉在叫敲鼓啊，棒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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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越敲越厉害，越敲越厉害，越敲越厉害，敲的那个大地在颤抖啊。大地先一开始是这样颤抖啊。应该是这样唱的，后来是斜着抖啊，斜着抖啊。原来那个我们那个是我们那个物理学是横波纵波的，它都斜着了，都那个波啊，都搞到那个斜着了啊，不是从地平线平的啊，斜着了，然后再还抬着敲，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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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然后就敲了一个，那个他的声音就发射到宇宙里边，发射到宇宙里边。在其他那个宇宙的其他地方，那个外星人呢，就是接收到这个信息的呀，外星人接收到这个信息的，外星人现在在骂人，那个地球人怎么搞的？制造那么多噪音呢？把它灭了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然后就是那个触动的飞碟过来，最后把这个事情，连同那个产生这个温场一起解决掉了，产生这个环境和温场就最后一起解决掉了。原来那个是那三倍老汉敲的，最后搞的那个三分天地啊。这个外星人出动了，就把那个灭掉了，把这个灭掉了啊！好，再见啊！